奶奶今年高寿呀？94啦，哇，身体还好吧？身体好、哦、吃得下去睡得下，吃得下睡得着，哦，挺好。我就已经死掉二十年了，这都有看的毛病。身体好，好福气啊！好福气啊！对呀、啊，身体好就是福气嘛，对不对？对不对？接受你是福气好。是福气好呀，对不对？吃的等了80年呢。在这里住了80年了、哎、在这个老房子里啊，哎，这个老房子、啊、哦，您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啊？同我儿子跟老三。现在跟老三住在一起、嗯、您现在能生活自理吗？吃饭洗澡穿衣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早洗过了。嗯，早洗过了。天天打油间了。哦，这里是打油间。哦，多少钱一个月啊？6000，嗯，那也不少哎。哦，您为什么这么高呢？就是忙，别人都早晚的，不样样会。哦，做那么重的活啊？哎，样样劳力心什么重的，样样会。哇，厉害！电工啊，电工也会。哎，哦，那是我单位送这个人出厂的。嗯，就是不识字，不识字送了大给我。奶奶，你平时吃饭饮食方面有讲究吗？不无饭吃了，嗯，有泡汤，反正就这个，或者肉汤。哦，肉汤。那烧汤。就是或者肥肉汤啊，肉要吃到2-3块的，可以吃2-3块肉。哎，肉要吃。嗯。这个心里不吃，活人啊。嗯。活人。嗯嗯。每餐都要吃肉。我像我这有鱼一样的，老肉你不要吃肉。哦。年轻的我不吃肉的。我年纪轻的不吃肉的。你要吃筋肉，肥肉一块不要吃。哦，要吃瘦肉的。哦，肥肉不吃。肥的要吃。现在还要吃肥肉。哎。他这个心里夸人啊，像超人话来的。哦。吃喝起来就不超人话来。哦。虚竹大海。哦。不得用哎。不能这么说。虚竹大。现在等于是吃荤菜吃的比较多，对吧？吃肉吃的比较多。哎。素菜吃的少。素菜买1块2块在，那么或者绿薯啊，或者青菜啊，1块2块在3块顶够了。哦。好了，饭吃好了，我再来不要吃。就这样，晚上6点是熬5点那种就吃饭呢，早饭呐，因为吃一小碗这个粥啊，嗯，这个粥头里呢，有红枣菜，有花头菜，有红豆菜，有绿豆菜，有小米菜，哦，有小米菜，哦，样样有加的，哦，烧这个粥，哦，吃一小碗，吃一小碗那个杂粮粥，哎，一小碗，嗯嗯，懂吗？吃下去了，后来才再过了一些了，后来了哈，或者吃只烧麦，哦，或者去吃只菜包子这样，哦，或者吃只肉包子，嗯，去吃这样，哦，啊，要两个一道吃了，吃不下去了，哦，要过了一些，要过一会儿再吃，哎，再吃，嗯，早饭几点钟吃呢？哟，7-8点钟了哟。7-8点钟吃，吃了早吃不好。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是饭又是牛奶，一杯牛奶要吃下去了，一杯牛奶，我这牛奶160几块钱一瓶，你这牛奶好牛奶。哦，160多块钱一瓶的。哎呀，好牛奶。晚上吃啊？晚上吃，你要晚上吃。每天晚上吃。都是晚上吃，晚上吃睡觉。中午啊，有时候啊，就是下馄饨往吃。嗯。什么的，什么吃五子。嗯，我
结婚了哎，这下午这小堂有人，我这样子洗澡了，早洗我一个，吃一块小冰炉，呀。奶奶还能吃冰淇淋，真不错。嗯。吃这种我家里东西多啊。哦。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嗯嗯嗯嗯。睡眠质量怎么样？啊、晚上几点钟睡？吃顶上烤过啊。哦。就放在新闻烤过了。啊。把狗粮给上去睡过了。哦。有什么啊？一个呢睡到九点多，有什么一个呢睡到十点多、十一点多还有。有什么睡到三点呢？最睡得好的要睡到三点，醒了啦，或者在小微微吃杯茶。我自个上茶点上去了，哦，点到房间里啊，倒一杯茶吃个菜，嗯，睡过，一睡睡到四点钟了，哦，醒了来就不休息了，哦，醒了去休息，每天都是这样子吗？哎，天这样的，走廊啊，按摩一下，这个地方啊，耳根后头放脑干，这是你老早六七十岁的时候啊。吃了多年甚至音乐都有放的耳根后头放脑干哦要搂到一福气哦这一福气你要搂个好早就不得事了哦我每天都搂一福气做一百下哎我每天这个我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数了一福气不搂了、哦、这个地方做了年纪大的不得老干哦，只是你做来了哦，每天都做。哎，我每天做啊。哦，您中午要午睡吗？我不睡过。您中午都不睡觉的？不睡，你老头从来不得睡过觉，我不可以睡觉。哦。你做过的远，我不睡觉。以前也不睡午觉的。不睡。那你平时，还有什么运动吗？我弄完你走跑到路头，从这边走过来。啊，走跑到路头，路头跑到这头。嗯。都对。嗯。奶奶，您牙齿好不好？牙齿啊。哎。牙齿挺好的。这个都是真牙吧？真牙齿。挺好的，94岁的牙齿还这么好，都没掉啊。正好就掉了。就后面掉了两颗。哦，这里掉两颗，前面，嗯。啊，掉了了咯。老早掉掉了，年轻的人我就掉掉了。那前面还好没掉嘞？不咋掉。前面没掉。哎，那前头当就是那前年那大概，咋掉了一个？掉了一颗。嗯，那挺好的，九十多岁牙齿都没怎么掉，挺好的。啊，这不咋掉过，就是前年那咋掉了一个，好痛啊，把它拉掉疼哎。嗯。把它去拉掉。您现在都不用戴假牙了？这不用。不用戴假牙。假牙是不好哦，老了是装的，装了干的吃饭不好吃，我都拉溜溜。哦，原来也装过。哎，我都关掉了，要去拉。哦。啊，我在姑娘一家，我你不是花了钱的似的，你把它关掉住，要住了又不好吃饭，不要。嗯。视力好不好？远处的东西看得见吗？看得见。看得见的。嗯。哦。耳朵不大好的还。挺好的呀。你说讲了清爽啊，听了欢迎啊。嗯。讲了不清爽，听了欢迎、啊。嗯。这个耳朵呢，也一时的时间大的。嗯。一时好处不起啊，你讲完就听不听。嗯。我也是大的。挺好的，视力也挺好的，那个耳朵也挺好的，牙也挺好的，皮肤也挺好的。嗯。本来个个都讲，你的福气好啊。嗯。我这个人性好。嗯。我天天在买菜。就听这个菜子啊，这个嫩木呢，割出个不好走。嗯。哎呦，这么大个皮疙瘩，割出个菜子。哦。哎呀，我拿去一看，哎呦，大票小票都有。嗯。我就想啊，我这个皮疙瘩呢啊，在菜场了嘛。嗯。那买菜的人啊，是嫩啊，天天买菜的。嗯。这个奶奶心真的这么好了。嗯。皮干干干菜上头的，你先拉起来了，捞到海，哪个的皮干渣？嗯，或者一个老奶，一个女的，哟，奶奶说叫孙女，嗯，这皮干菜他吃了买菜了，嗯，
他说是你了，嗯，说你拿去了，嗯，大票小票才有，他说是的，大票小票才有，你不要人家这种，嗯，我回不了，嗯，他就下下念念的，您心真好，哎，我不要人，那个走到马路上啊，那掉下来个布，哎，你说你的布掉了，你喊那好几声他才进来。你说你的货物掉下来了，穷汉呢，我都喊了呢，还洗下来的。哎呀，奶奶，你怎么这么好呢？是的，你喊啊。嗯。你说货物都掉坏东西了。嗯。你总喊你三四声，你都听不到。嗯。你这个开车子。嗯。穷汉呢。嗯。他说下下你下下你。嗯。奶奶，你有的过了要过了要包啊，是的，哎呦喂。嗯。过了要包的，你心态好了。嗯嗯嗯。是是是。我不要这个东西。嗯，心真好。奶奶现在身体都还好吧？好，没有其他老年病吧？高血压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压的，我每天早上起来吃一颗。吃一颗降血压的药。嗯。吃一颗药啊，血压啊，正好。嗯。上的是。一包啊，哦，一包啊，一包有什么？一包啊，嗯，接下来大概有什么呢？七十有什么？八十。哦，那挺好的。奶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生过什么病？年轻时开的，嗯，是的，六十几岁。啊。年轻时拿了三个石子的。哦，拿了三个石头，这么大？麻的。麻的。嗯。哦呦，很痛的。老说打针都做不做到，他那么大病。嗯，奶奶，您家里的长寿的人多吗？我家里啊。嗯。我爸爸岁数不大，爸爸有那个气管炎。气管炎。哎，气管炎。嗯。看不好，到上海那看了点，看不好。嗯。我就是想啊，这六十年就走，妈妈活到七十了。妈妈七十六。啊，这是四个。四个。哎。老二四十早，老二只有五十六岁走掉了。哦，老二五十六岁走了。哎，老三给你的八十六，老四给你八十四，九十四，老四才苍老，老三才失足。每次想起你，就想起了过往。看到了慈祥来。